那首先我们先谈哈，钢笔的一个作用原理是毛细现象，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应该很清楚吧？在某一个物体哈，某一个物体它当它产生一个狭缝，这个狭缝的距离好接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液体就会顺着这个狭缝往前走，好，而且它是由宽往细的方向跑，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那我这个部分为什么要特别去讲它？因为这跟各位买很多的钢笔之后，很容易碰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哎，到底我卡水擦了怎么水不出来？啊，或者是什么写起来，哎，那个水嘛好像很少，啊，或者是那个水怎么那么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谈的事情嘛，毛细作用。来，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笔舌。如果今天你把你的钢笔，任何一支钢笔，基本上它都具有笔舌，只要它是现代，你不要是1900年以前的钢笔的话，基本上都有笔舌的设计。那现代的钢笔，你把它拆出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道，这边有一道导墨沟。好，今天你的卡水或者是你的墨囊从这个地方灌水进来的时候，它就会顺着这个毛细现象一直往上送，然后上面这个地方贴着你的笔尖，它再传递到你的笔尖上。那笔尖上面是不是还有中间还有一道墨沟？好，这一道墨沟再往前传到你写字的那个印点上面，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配置。好，最基本的配置。好。那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哈，这是一支很老的钢笔，这个在1950几年，美国那一次1950几年有曾经也是经济大萧条的那个之前，好，这一支叫做永丰哈，那个 Eversharp Skyline， 好，那我们用这一支来当案例，好，那基本的钢笔都需要一个组合是什么？笔尖、笔舌，这是一个导墨管，这个导墨管不一定要有，好，可有可无，墨囊、握位，好，这是一个笔身。那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的笔舌导墨上来之后，这个地方哈，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宽，而且沉下去好像那个汽车地下道一样。好，这是为什么会做这种结构？因为早期的钢笔它是没有那个叫什么呼吸交换，早期的钢笔没有呼吸交换，因为以前的那个车床技术没有那么好，所以它同时都在这个地方车一个钩哈。那我们的笔尖片上面，有的钢笔上面是不是会有那个笔尖上面有个洞？那个洞理论上它就是以前在用来做那个空气交换。但是你看买一些派克的钢笔或者是那个挖特曼的钢笔，它就只有车一道缝里面没有那个圈圈，对不对？因为现代的钢笔它的空气交换已经跑到笔舌的下方来了。好，因为现在那个塑胶射出的技术很好，所以它整个设计全部改变，空气移到下面来，所以它就不要再打那个孔。但是有一些笔厂它之所以留下那个孔，尤其是日本。它留下那个孔的目的是为什么？因为美观，因为传统，哦，大家看那个钢笔那个洞已经看习惯，尤其是那个打成一个爱心的那个心孔，有没有？那个心孔打上去，你要把它取消掉，实在是蛮可惜的。好，哦，所以那个很多人就留上去，只剩下装饰用。好，哦，那无论如何，这一道大墨沟，哦，旁边跟着两个小机车道，有没有？这两个小机车道就是跑墨水的。好，哦，这两个小机车道就是跑墨水。所以我们先大概的理解。那如果不理解，哦，各位日后你如果去买一些去玩那个老笔，哦，你可以再继续的去看一看，然后想一想我今天所讲的东西，然后两个去做验证。那当然网络，哎，知道断雪流社团吗？知道吗？好，如果不知道的你回去，哦，FB 搜寻断雪流，你在钢笔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社团上面做发问，好，包括我们今天讲课的，如果你要不理解的，可以往那问的又问不清楚又想不通的，哎，日后社团都可以去讨论。那我们从正面看就看到两道墨沟，有没有？好，然后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洞就是让墨水从这个地方，然后从这里跑出来的。好，啊，吸水的时候也是这样，从这个地方那个笔尖的这个圆孔嘛，吸进去跑这里，然后从这里出来，跑到墨囊去。时间有限，不要讲快一点。好，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从前面走，这个地方就是沉下去。那这个沉下去的结构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重点，包括到现代，有没有玩沾水笔？有没有笔友玩沾水笔？有几位玩过？沾水笔的用途哈，它在尖片打开的时候玩那种花体英文，有没有写的那个一下子细如发丝嘛？这个打开到好几个厘米那种沾水笔，它之所以要能够产生那种性能，跟这个大墨沟有关系。
这个大墨钩在供水的时候，供水够量够大的时候，你斜那个花底尖的时候，它想办法一次把那个墨水的那个水膜张开，好，然后一次大水出来。所以现代的青蛙记得，现代的钢笔，你如果要拿去玩花体英文的应用，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供水大部分都供不上。好，这一个概念我们要有，好，包含那个像那个什么。有很多那个百乐七四二 FA， 百乐七四二 FA 如果供水要能够跟得上的话，那个还需要其他的调整，还需要其他的调整。好，然后好，那再来就是一个关键点。今天不管你去哪里买笔，你在网络上面买笔，在笔店上面买笔，啊，或者是从朋友手上接来。无论任何状况，你买到一支笔，你就要去注意一件事情了。笔尖跟笔舌要平贴，这个地方不要有缝，尤其是笔舌跟笔尖一定要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接触到的，不要悬空。悬空的话，墨水就毛细作用就会失去。好，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要先清楚，弄清楚啊，再来笔尖的平整。好，因为如果买二手的，有可能那个笔曾经受伤过，所以你要仔细看。好，所以笔舌跟笔尖一定要贴合。你的墨水的出墨才会顺畅，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这个是派克75的钢笔，这一支就跟刚刚那一支就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别。派克75的笔舌扒出来就长这个样子，这一支大概在1970年的时候问世。所有现代的钢笔，甚至你用到的水性圆珠笔的结构，都在1970几年就全部基础全部都奠定完。好，意思是什么？这50几年来，人类一点长进都没有。好，现在了解吗？好，来，为什么？因为最主要的关键在这个叫做鳍片，啊，导墨鳍片。那导墨鳍片是干什么的？因为以前的人在使用钢笔，他们往往碰到一个困扰，就是这支钢笔如果不是正的插在立起来，插在你的口袋上，如果它是横的，比如说放包包里，你只要一晃动、运动，啊，那个水啊。就马上从笔尖冲出来，好，然后就割到鬼面，好啊！我以前在玩笔做很多，然后笔经常这一件衬衫就报销掉，就我是得了吧？然后那个客人就啊，就是这样东西，好。那所以说，为什么后来跑这个东西出来？因为这个鳍片它产生一个功能，它可以防止墨水的涌浪。墨水今天在后端，对不对？你如果运动的时候，墨水会往前冲，往前冲的时候一往前跑，前面这个鳍片中间。都具有毛细作用，装不动很像钢笔啊的，所以墨水一往前冲的时候，全部这个鳍片会先含住，含到这一整段鳍片都含满了，还含不住的时候，水才会往前喷。但各位了解吗？所以安全笔的概念走到近代的时候，由这个东西来克服。所以你会发现，现代已经没有人，已经就不太有人做安全笔。就算做了安全笔，都只是为了叫做副科传统。好，这样各位了解吗？好，所以这个设计一出来，解决了人类在用笔以及教育的一个大核心。为什么？因为人人可以有一支笔，以前人要有笔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哦，只有贵族才有办法拿那个钢笔啊，哦，那种笔来写字哦。好，所以这个大大的改善了人手一支，好，一支5块钱、8块钱就解决了。好，所以这一点要让大家知道。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派克75的笔舌抽出来之后，它的这个导墨钩不是直的。刚刚我们看古代的那一只它是直的，但是派克不是。我们仔细看，你会发现哦，一条往这边走，到这边分两条，是吧？那这个叫什么？有没有那个念水利的？有没有念水利的？那个山洪爆发的时候，你要整治河川，是不是会做那个拦沙坝？有没有？啊，或者是那个溪流啊？要一分为二再合一，或者是再分三，啊，就什么把那个水先挡一下，往旁边倒。所以派克75号称钢笔面世以来出水最稳定的一支笔，它是号称第一支，就是这个结构的原因，因为它能够把大量的墨水供上来的时候，能够把它分开再合并，不会突然说一下子因为你的晃动或者你的使用上那个水突然跑出来。好，所以这个概念大家也要理解，好，这个概念大家也要理解。啊，这个是其他角度，这个我想我们今天不谈，因为这个跟笔舌的设计有很大的关系。
好，这跟比蛇设计有很大关系。就是如果各位有没有手上有开过技术的嘛？有没有？这老笔友了。好，这个等到各位哈、玩到一个程度，你觉得我决心要一头栽入钢笔这一块这个大坑的时候哈、你再去碰太多技术。好，要不然太技术其实很便宜的，就是两三千块就有。好，不要紧，不要紧，等你 Q&A 那你有人要借你个借球。好，你看哈、这一次也是，为什么要特别拿？这一次是白金 Preppy 啊，白金 Preppy 只八十五块呢。可是为什么我拿来跟派克75比？为什么？因为派克七，因为 Preppy 基本上就是师承派克75，好，包含百乐那些都一样，都师承派克75。可是 Preppy 这一次继承的很好，好、它继承，因为它符合的，我称它为叫做迷宫式的导墨工。好，就是跑过来绕到下面去，又继续走，然后又绕到上面去，然后又跑到鳍片去，从里面从鳍片里面走到鳍片外面去。所以很多笔友你们在写笔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个什么水性笔或者是 Preppy， 它是做透明握位的嘛。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下面外 Preppy 老水啊？好啊，那握位啊，那一锅无水底下，我会当它洗掉不？很多笔友就会回，那是正常现象。为什么？因为它那个鳍片，你看到它墨水跑出来就是什么？它在扮演它正确的功能。挡水、调控墨水的能力，好，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以后碰到 Preppy 或者是你的朋友买的 Preppy 来写的时候，或者是那个百乐水性笔，那个上面的鳍片有墨水，就跟他讲，这件很凶的，好，这样各位了解吗？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好，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很多都会在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地方就会积一块墨水，哈，那个都是正常现象，好，正常现象。啊，空气跑下面。好，钢笔，现代的钢笔，墨水的空气都跑下面，好，现在在那边绕，在那边绕。好，这个是打光，从里面看，这一个整个鳍片的里面，这里还有一道沟，好，这就是说它的墨水是从笔舌跑到这个鳍片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往外绕，好，然后再绕上去钢笔装的地方，笔尖装的地方，好。这个我想我们就跳过去吧，好，这个就大同小异，也是现代通用的。好，再来讲到材质的部分，今天拥有三支钢笔以上的举手，大部分都三支以上啊。好，材质这一块哈，我想这边要跟大家稍微简单的做一个说明，好。钢笔使用的过去曾经使用过的材料相当多、那我希望各位不要迷信、不要迷信，因为它只是一个材料，钢笔尖只是一个材料，去满足你书写的需要。有人说、我买那个铁金的有没有以后走路比较方便了、那请你买纯银笔身的就好了，因为那什么任何一款钢笔上面那个笔尖片也不过一公克到两公克的黄金而已，加上又是14K、18K， 你赔更点等，可能没钱了。好，可能你买那个小白花套一样。好，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去迷信钢笔笔尖的材料，但是我们要理解笔尖的材料的种类。第一种最常看到的就是钢尖，最便宜、最普遍使用。但是钢尖的性能是所有这些材料里面变化最大的。好，这个可能要等各位深入到某一个程度，你才会体会得到。因为现在市面上你买得到钢尖金工点 coco， 那个可以拿来写复写纸的那一种。可是我们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因为战争的关系，那个黄金全部管制的情形下，他也曾经用钢尖做出弹性尖，可以劈叉写花体字的尖。好，所以不锈钢这个材料是最有趣的材料。好，所以你看，不锈钢炉。好，你不锈钢做超秀哎，可是它可以做出最大的花样，太尖黑东西靠偏站的，好，这样各位要了解，好，各位了解。再来，镍尖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手上还有几支，好，这个是一个纯粹就是一个收藏，好，镍，八合金尖是派克哈，它大概在1960几年的时候，也是战后了，也是战后那一段时间，它的那个怎么讲，它当初是这样，它当初是为了想要搞一个。钢尖跟黄金中间也搞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好，然后去刺激它的销售量，所以他搞了一个八合金尖出来，好，可是偏偏所有的人认为派克75就应该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东西，所以
派克搞了这个想要把它往那个中低阶 去做导向的这件事情，导致了市场上的失败，导致了市场上的失败。所以当年八合金间的那个派克系数百七啦，卖得很差，结果卖得很差，哇，过了几十年之后，因为它卖得差，存世量不多，收藏家开始收了，对，八合金间看到爱修物吧，一斤两千多，跟那个 跟黄金肩膀的身价一样。好，所以我也建议各位，如果你在市场上面看到有派克七十五八合金七五哈，派克七十五八合金间，你有空你也可以收一支，好，你有空你也可以收一支，这是值得去玩耍的。太监目前市面上各位买到就是那个 Box 山羊间，山羊间有一个太监的系列，那包含那个老山羊哈。我先讲，我们今天在讲所有的厂商，什么都不是在打广告，因为目前在台湾你也只能找他买，好吧？啊，太监目前就是 Bog 有在做，那老三养他也在卖太监，好，那甚至他自己还花钱去做了一个叫做特调太，他的特调太就是比一般的太监再薄一点，所以他的柔软度会更好。好，那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不要迷信，啊，你要会用，叫做别人嘛，他给他塞车了，他塞车怎么法拉利够赞，破雪五够赞。啊，不，你去塞看嘛，你可能油门打一个车都一个嘛撞一堆，懂？各位了解我要讲什么吗？太监很好玩，没有错。可是你要会驾驭它，你如果不会驾驭它，你买了你可能写完几个字你就把它丢到二手，好，或者是把它二手抛掉。这样各位了不了解？好，这一点很重要，不要迷信。再来，黄金间这个从最早到目前为止已经使用上百年的材料，为什么？因为它防耐腐蚀。就这么简单，它只为了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尊贵，当然尊贵是个原因，但是通常尊贵会使用在它的笔身上面。1900年左右，那一些有一些通花套的钢笔，全部都是人工去雕那一支整个黄金棒，那是雕工。好，可是，在笔尖上面的选择，它不是因为尊贵，它是为了它不会被墨水侵蚀，因为早年的钢笔墨水全部都是酸性，它是强酸 pH 二以下的，好，所以为了耐腐蚀，所以才用上黄金。但是无论如何，从过去的战争管控啊等等哈，或者是一些竞争，好，厂商与厂商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很多的花样，比如说10K， 派克45就曾经出过10K 间、12K 间、14K 间，啊，派克45，好，派克45应该老一辈的应该都有听过，甚至年轻的时候你们当学生的时候应该就曾经写过派克45，好，那是一支很棒的笔，好，所以建议各位，派克45也不要翻过它。好，再来18K 的，好，18K 到目前为止，目前市面上标准的两个形制，最标准就是14跟18，这两个是最常见。好，那再来还出现一个20的，20K 跟21K， 日系血热有21K 的，好，那个欧洲的也有很多20K、21K。好，那这个 K 的部分我们这边要简单讲一下。你看有时候你买那个白丽金，我就写 14C， 有没有？好，如果今天在场的女性可能会比较清楚，你买那个首饰啊，钻戒有没有？钻戒叫克拉，可是克拉那个前面是 C 开头的。好，最早的度量衡，贵金属的度量衡就从克拉来。好，那因为早期是针对宝石，但是后来因为贵金属跟宝石，它为了要把它分开来看待，所以贵金属的部分跑一个把 C 改成 K， 变成卡拉。好啊，其实念起来拉丁文念起来都是一样的，好，只是为了做一个区别。所以14C 等于 14K， 14K 什么叫做 14K？ 纯黄金叫做 24K， 你把14除以24，你就会得到 58.5。所以你看有些钢笔上面写585 14K 有没有？它指的就是纯度，好，钢尖的纯度。好，再来 21K 晚了，所以有 22K、23K、22K、23K 是什么年代发生的？就是日本。他在战后经济复苏之后，是不是一路往上飙，一路往上狂飙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因为本来日本不止三家皮厂，到处都是小皮厂，哦，而且那个时候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竞争的结果，这个时候大家各皮厂为了要存活，为了要拿到抢到那个叫那个旗杆上面的那个旗啊，哦，所以把所有的技术通通掏出来。好，掏出来，第一个是什么？拼黄金嘛，拼黄金。为什么？黄金软，纯度越高，意味着你的这个黄金越软，它是越不容易做成笔尖。可是 K 数越高，人家会觉得还是多少会有那么一点虚荣心，有没有？哦，那无论如何，就是
厂商在拼配方，我做出21K、22K、23K， 但是我还是可以支撑着钢笔的硬度，啊，用来书写用。当然，现在市场也有所谓的24K 啦，日本那个，我现在忘记不知道哪一家，有一家有再出一个所谓的24K， 那我就不知道那是24K 写起来到底怎么样，啊，不知道会不会能隔绝，我不知道。好啊，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不要迷信黄金，因为再怎么样，一支笔就2公克而已，啊，笔通常一片都是1公克多。所以那不是太那个，那、啊、再来就白金，14K、18K， 好，这个就大家都知道，好，就不用再多讲。八银这个是比较稀有的，八银尖在这个钢笔的历史上面只出在西华的潜艇，好，它是第一个出的，好，再来就是 Paper Man， 好，还有那个哎，就这两款，好，八银就这两款。那八跟银这个也是一样，嗯，各位如果今天你决定要入老笔坑的时候，八银尖可以去玩一玩。拔一尖可以去玩一玩，再来镀金钢尖的这个就是最一般，现代你买得到的钢笔钢尖的入门款几乎都是镀金钢尖，好，就是黄金用电镀的方式把它包起来。但是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跟大家要讲，这也是女生会比较清楚，因为女生的首饰往往有很多是所谓的，像黑白金或者是包黄金。那在贵金属的范围里面，我这边要跟大家讲。早年没有电镀技术的时候，所有的首饰只要它是要不是纯金的，它几乎都是金属，比如说铜包黄金或者是铁包黄金。好，那包黄金意味着它的那一层黄金会比较厚，所以它就会用的比较久。所以很多玩老笔的会发现它的笔夹哪怕不是纯黄金的笔夹，它可以用很久，但是用到磨损的时候，磨损到底的时候会发现厚厚的一层，好，那就是包黄金。但是到了电包金是一个很麻烦的技术啊，但是到了电镀技术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争议啊，我用电镀出来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成包金，我的品质到底有没有跟以前的包金一样好。好，那这个部分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当你在玩西华的钢笔的时候，西华帝国有一款上面笔尖打的叫做Electrical 23K Gold Plating 电镀 23K 黄金，那就是电镀，它不是包黄金，好，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好，那为什么要特别挑这个？因为这派克75在七几年到八几年这段时间，一直到派克在好像1980年吧，被杠杆并购到法国去的时候，法国搞了很多漂亮的，好，可能女生看就会疯掉的那种款式。可是法国怎么讲？他在搞这些，他是全世界的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时尚的尖端嘛，对不对？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他标榜说我这个东西是符合跟珠宝一样的东西，所以他标榜什么？哪怕他是钢笔笔身用电镀，他都会做30mm的电镀。比如说你在一些首饰上面，你会看到有一个打那个戳记，有没有？然后有的上面特别写30个，后面写一个 U， 啊，可是那个后面还有一个尾巴，那就是30mm， 啊，那个指的就是我的电镀的厚度够厚，所以我足以打上贵金属戳记。好，所以这一种电镀跟普通的电镀你不要把它毁掉，好，能够被拿来当成贵金属处理的看待的，它一定会特别打上一些特殊的印记。好，所以这个在辨识上各位需要理解。好，再来镀铑啊等等，这个就有很多。好，因为以现在的电镀，你不要说镀铑了，你什么金属都镀得上，好，什么金属都镀得上。好，所以钢笔的材质最后我还是要再补充一下，不要迷信材料，好，你自己写的顺手最重要，看的最喜欢最重要，其他的材料是其次。当然我不得不讲 K 金尖真的很好写，哦，它还是有它的那种微妙的那个弹性，哦，微妙的弹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镍尖了。好，讲到这里哈，我要跟大家讲，这不是我也不是要卖书啊，虽然说这书是我写的，之前在网络上就是去年我跟几个笔友写的这本书，好，那这本书其实我们写的，当初我们的想法就是说，不要去写一些太远的东西，或者是一翻开就是要钱的，有没有？好，所以我们都写那种最基本的，就是教你怎么样去认识钢笔，钢笔有多少上水的方式，好，还有哪些材料。所以今天大概讲的一些东西，其实有一部分都在这本书里面。那包含我现在要讲的，因为这是你钢笔入门最容易碰到的款式，通用德国尖，
啊，通用的加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厂商，他开始在建立一个所谓的自有品牌。那建立自有品牌取得比肩最快的方式就是买这种通用钢筋的啊 ，IPG 啊 ，Iridium Point Germany 啊，这种通用筋。那各位你在买这种通用筋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去注意它，因为你很有可能买到假的，很有可能买到大陆的，很有可能买到印度的。好，所以我们要能够学会怎么辨识真正的德国筋。那在这本书里面，我就有特别去针对，因为当初我们在编这本书没有提到它。那那个时候我跟编辑讲说，我觉得这个部分需要加进来，因为新笔友一定会碰到这个，因为通常因为这种笔大概都几百块，好，入门最好的一个选择。好，那我还是要简单的跟大家讲几个点哦。这本书你去那个什么？我博客，我博客来应该网络上博客来去买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好，博客来去买比较快啊。等一下如果有兴趣看，你放在这边，各位可以看。来，你买德国签的时候，我先老师借我看。可以，不要说老师了，就。你买这种笔签的时候，我建议各位绝对不会买错的，无印良品。好，你绝对不会买错的。你如果想要接触这种东西，但你又怕买错。去买无印良品用冷机啊，1399及599了，不然后来有没涨价？它短钢599，长钢399，好，就先去买它。买了之后，你仔细观察这一支笔尖上面的所有的花纹的特色，是怎么样？德国人做自己一丝不苟，所有的钢印打得清清楚楚，不会让你有一个地方看不清楚，啊，然后再来就是尖片的亮度，哦，一点的肥厚度，哦，什么的，你会看，德国货就是长这样。这个时候你拿它当标准来看其他的笔尖的时候，你就会看出一个差距来，好，你就看出一个差距来。你看嘛，派克的有没有？这是派克八合金 Arctanian， 好，我们后面就不要看 OCTA， 在拉丁文里面就是八的意思，好，所以那个日后你在玩笔的过程啊，八合金尖出现在派克75、派克45、派克21。都有八合金尖的存在，好，所以你看到啊，但是你不要看到它不要发疯，因为其实它也没有到那么稀有，比较稀有的是派克75，好，比较稀有八合金尖存在比较少的是派克75，21非常多，45也很多，好，这样各位了解吗？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因为前一阵子曾经搞出一个大风浪过，好，啊海外可以测干掉，然后大师兄我懂，没有度量，好，无论如何啊看。派克原厂，你看它的那个钢印打的是不是很漂亮？字迹清晰，而且没有毛边，有没有？一个好的笔厂，好有认真在管理的笔厂，那个模具都很讲究，打出来的东西就是长得不一样，好，它自然价钱也不会便宜啊，是不是啊？好，这没办法，然后就是海森的太监，派克太监，这个哈，我钱没买着，我机器人蛮不看过，好，但是有人有啊，雾嘛被绑，所以跟他传家宝很快。好，这个只能就是看到就吹呢。好了，最容易买到的台湾，因为嘛，台湾曾经有美军驻防过嘛，所以帕卡里呢，台湾很多啊，10K， 好，10K 派克45的笔尖。好了，这一次就是日本的，刚刚我们讲说 K 金战争嘛，对不对？然后打到后面最后剩那个几家的时候，那个百乐哈，哎对，百乐为了要。进一步的那个扩大战线，好、哦，所以他搞了这一支出来，搞了这个系列，那叫做 Super 系列。那 Super 系列那个时候就是，这只能说哈，把那个家当通通搬出来卖钱赔钱，卖笔赔钱都没有关系，就是要干掉其他的对手，把其他的厂商全部撂倒，对不对？就是做出了这一种意思，就是一个砍中间那个握位跟笔尖是合在一起，而且那个造型哇，非常的漂亮。可是搞完做完这一支尖子，做完这个系列组合系列的笔之后，白乐赶紧买咖啡掉，要么豆笔，好、哦，差一点倒掉，好、哦、啊！但是无论如何，在收笔的路上，这一支尖子还是相当的漂亮。好、啊，因为我没有带实笔了，哪天我们那个台中哈、哦，如果在办那个小笔具有没有？好、哦、啊，如果各位有说要办笔具，你可以网络上面跟我讲，大师兄你可不可以带什么，我就带给你，好、哦，好不好？因为这个系列我都有收到。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21K， 好875，你把21除以24，得到的数字就是87.5，好0.875，好，这个就是那个写了21K 啊，然后22K， 好，这是22K 白金，好，再来23K 写了
最后好像是血热的血热赢，黑金战争打到后面血热赢，哎，所有的厂商都好，麦克森啊，哎，麦克布伦啊，罗伊啊，好，就打到这边。好，18K 白金，哦，这个就是那个百乐 Custom 系列的，哦，这一支很漂亮。哦，14K 白金，这个特别讲一下，因为我很喜欢这支笔啊。这支是那个白金老笔里面有一个系列叫 Rivery， 好 ，Rivery 的系列。好，哦，啊，这个系列其实行情价目前从一般的笔身推起来，大概一直在2500左右，一直到。全银款可能4500-5000都有，但是这一款它的笔身就是跟原始笔差不多吧，比原始笔再粗一点点。哦，女生写适合，男生写很好。为什么要讲它？因为它笔尖实在是有够好写，哎，很柔软，但是又不会太软。好，哦，所以这支写起来很舒服。哦，啊，有机会碰到这个，当然你如果找永厂老板，可能为难他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好了，这个刚刚讲的拔银有没有 ？B D A G 啊 ，B D 就是拔。A G 就是银，那个时候为什么西华会推这支尖？因为黄金管制，但是我又要想办法推一支贵金属，所以我用银。可是银很软，怎么办？加了很硬的拔下去混合，因为拔是很硬的白金属嘛，混进去，所以好像才混5%吧。银95%，拔5%，规矩将点扣扣，很硬。但是这一支，今天在场男士算多，啊，身为男人要弄一支，知道吗？对啊，这支笔叫做 Pen for Man， 男人的笔，好不好？男人的笔。好，包金跟镀金哈，我刚刚讲的就是这支西华嘛 ，Cipher 23K Gold Electrical Plated， 啊 ，Electrical Plated P L A T E D Plate 就是电镀的意思。好，看到这一支，你上面写一个23K， 你看23K 不要发疯，这一支只是电镀的而已。啊，它不是真的包，它不是如果包23K，那就真的很划算。那为什么要放旁边这一支？这就是派克95，派克95这一支它上面没有任何的记号，他们只有打一个派克，可是它就是包黄金。好，啊，包黄金，我只能说这一支尖哦，你如果对钢笔不是很认识，你第一眼看到它，你会觉得，哎，这可以给你按边，可是事实上它就不是成 K 金的，所以包金很麻烦的一件事，你就是什么？包金很容易跟那个纯金混淆。因为你表面上看起来，哎，银嘛，啊，但是除非你用什么，什么，有人说用磁铁去吸的，用牙齿咬啦，哦，才可能大概的把它区分出来，啊，不然的话，我但是今天有来上这堂课，你知道派克95它就是包金的，啊，它就是包好金，啊，大陆做的22K GP 啊 ，Gold Plating， 好，包黄金这一支是大陆笔，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一个模，这一支笔可以，这一家的可以买，为什么？因为当年那个德国有一个品牌叫艾里，艾里在德国倒掉之后，它的机器模具通通被大陆买走了，包含模具就这一支，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肩颈跟艾里嘛一模一样，这不是仿的哦，这支肩做出来还是真的不错的，好，这支还真是做的不错，啊，包黄金的耐用度，你看，这是一只老天鹅，磨损了之后，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厚厚的一层黄金包在上面，好，厚厚的一层。就一些玩老笔迷人的地方在这里，它的用料材质等等。好，再来是笔身，笔身可能这边就讲很快，金属、硬橡胶、树脂、塑胶、木材、皮革。今天等一下课讲完那个，跟那个老板为难一下，他可以通通拿给你看。好，好，但是材质这一块我只能讲，它就是这一点是见仁见智。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能够接受，跟比如说哦，拎刀那是咧卖家具诶，就讲咧卖迄个木雕有无？那可能木头笔可能对你来讲啊，这个弯刀照咖啡按一样，好，有没有？好，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木笔对你来讲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好，那但是像实惠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我可能我本人是不太能够接受实惠的那个价格，我自己的，因为我觉得按黑的不会给你，我不一定画不出，我说不定我画得出来，好，可是我就不太能够接受。可是有的人会觉得怎么样？从艺术的角度去看，哎，人家画一支实惠笔，一支啊画半年呢，啊一个师傅老师傅几十年的老师傅，就只画半年，啊这支干嘛卖一个20-30万？啊，这样各位了解吗？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好，所以所有的材料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好，不要问老板说啊这支10万根本太贵，好，贵不贵你自己要去评断嘛，对不对？好，啊，但是无论如何，
这一些材料一切取决于你的价值观，你觉得你有多喜欢这支笔，那你愿意花多少钱这支笔，然后其他的才是这个笔价的问题，让各位了解了，哦，这一点很重要。哦，特别讲一下景泰蓝，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你大概买不到景泰蓝。景泰蓝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不是瓷器哦，铜胎啊，哦，然后你去用那个师傅用那个铜条啊，焊接焊那个花纹出来，焊好花纹，整支笔的那个花纹焊好之后，用那个珐琅漆开始填，你上面做好的什么样的花纹的勾啊，我就把漆填上去，填完了之后再整支打磨打平，啊，哦，就会得到一支景泰蓝，好，哦，啊，现在已经绝已经失传了。拖囊这其中，你看看，最麻烦在那个最前面的那个掐丝电镀啊，不是掐丝焊接，那个掐丝图案越复杂，这支景泰蓝越贵，好，啊，现在已经没有人干这个事情了，哎，所以景泰蓝是很昂贵的东西啊。来，金属的，好，那个金属的钢笔，那金属的就是雕花，啊，不管你以前用手工还是用机器，反正就是各种的花色，啊，那甚至什么那个，因为我前一阵子去看到那个。这一支啊，这一支那个百乐的那个 Custom Art Press， 就是艺术创作款式。那在2000年的时候，今天我们不谈政治哦，我们只谈笔哦。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女婿有点就任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邱毅人本身就是玩笔的收藏家，好，那他那个时候那个提出来项目就是，我们找 Namiki， 然后做了一支陈水扁女婿有点纪念笔。那个时候限量89支，两支陈水扁女秀也拿走，剩下87支丢入市面，好，拿到比登天还难，但是无论如何，这跟政治没有关系，那纯粹就是什么，在钢笔的一个材料上面做一个话题，好，做一个话题，好，对对对，跟大家讲，台中有，好，台中有，好来，这个就印象胶有没有？印象胶其实是最早人类最早的塑胶啦。好，那个从金属完之后，它是第一个被应用在钢笔上面。好，因为它的一些啊什么硬度啦，哈，耐温的变化性，然后又不会因为温度膨胀收缩什么，又可以好在上面做花样，好做雕花做什么。所以印象胶在钢笔里面大概占了辉煌的时间大概40年。从一八多几年的时候，甚至那个钢笔还没问世就有印象胶了，好，一直到1920几年赛洛洛问世的时候，印象胶才慢慢的退出市场，好，所以这个印象胶的系列，我也建议各位玩，好，印象胶系列，好来，这个赛洛洛有什么东西？赛洛洛钢笔哈。是算是钢笔的产业过去100多年的产业里面哈，第一次开启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有点像百花争鸣啊，因为它的色彩实在是相当的丰富，各厂想尽办法拿出自己的绝活去做出更多的样式，然后加上赛洛洛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是个塑胶，可是它的那个通透性跟它的那个光泽是最接近珍珠。所以很多女性用笔都会用赛洛洛来当材料，好，所以玩钢笔赛洛洛不要跑掉，但是现代的赛洛洛钢笔不便宜，好，那老笔也很多，好，所以我会建议在玩老笔的过程，赛洛洛也是一块，它也是个大坑啊，赛洛洛也是一个大坑。但你到水头可以看，或者那个红锦鲤有吧，好，还是其他等等，你看过你就知道，哦，那个。这就是干他碎呢，好，还是干他碎啊，盖小波袖，好，盖的啊，这个用羊皮包的，好，到现在那个什么 LV 的，哈，还是那个 Gucci 啊，都还有在出用皮革包覆的钢笔款式，啊，木头这一块哈，简单的讲一下，其实我本来是跟王先生讲一个小时，我看可能也讲。木头这一块哈，一样，我会建议各位哈，它的款式，它的木头的种类的可选择性其实还蛮多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是木头有的很硬，有的很软，好，啊，你在玩木头笔的过程，你如果玩到软的比例，可能要很小心的呵护它，
甚至你放在包包里面，你都不能压到它。好、哦，你像那什么块木，啊、哦，或者是那个樟木，啊、哦，用樟木、块木这种比较软的，或者是什么杉类的，哦，这种木头你放在你的笔包里面，如果说跟其他那个笔夹刚好对到的话，啊，先把那个叠起来，嘿，点钢一样等于吼，其实要下水就开始烤，为什么？压到之后马上就一道痕迹，它很软，啊、哦，所以玩木笔，我个人比较偏好玩硬木，就是所谓的水沉木。好、哦，那个木头丢到水里面会沉下去的那一种，那一种比较好养，因为它很比较它耐操啦。好、哦，黑檀那一种的，黑檀、紫檀那个硬度都算高。好、哦，或者是什么鸡翅啦、鸡翅木、好、哦、铁刀木等等的这一种，这种的硬度比较高。好、哦、啊，比较耐磨。好，这个也是绝版的东西。好、哦、啊，这个好、哦，我们看它上面是不是有那个花纹，对不对？我两公这点多，哦，啊，伊若讲点多哈。你问伊人去外地食，啊，今日买的，安尼知无？因为这个东西叫做，这个在派克61，派克61的系列里面，这个它的名称叫做 Rainbow， 叫彩虹。那什么叫彩虹？它就是拿那个黄金啊，黄金锭，一个玫瑰金，一层黄金，然后做成一块锭之后，就去打，打成一个圆管，打成圆管之后，那我不知道它怎么打，反正它就打出这个花纹，对不对？然后把它包在那个笔盖的铁盖上面。好，然后就产生这个款式。这个款式在派克61里面非常的少，所以如果哪天你看到有人说电镀的变成两千多应该被等了，你知道吗？好，就不要犹豫了。好，这个东西，好，啊，这个现在买不到了，现在应该也没有人会去复刻这种东西，因为包黄金的那个工，用现在来搞啊，那个造价实在是太贵，好，造价太贵了。好，啊，这个就是各种款式，有没有？玫瑰金包黄金啊，玫瑰金跟黄金的彩虹啊，黄金跟银的彩虹啊，镍跟银的彩虹啊，哎等等啊，这个还有这一个，这个我上次有那个，我前阵子好不容易弄到一次，第一首版的，就这个款式一推出来，刚上市的第一批，它上面就会写一个 first edition， 啊第一版，好啊，这个就是在钢笔收藏上面的时候，就是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哎就。为了那个小牌子，可能就再贵个一倍价钱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愿意当疯子的话，就可以去收这种东西。好啊，这个刚刚我们提过的，啊，这也是刚刚我们讲的艺术创作嘛，百乐的艺术创作，各种款式，嘿，只怕你钱不够花，好，不怕你买，不怕让你买不完，啊，不怕让你买不完，好啊，这我刚刚讲的那。我打死都不敢碰的范围，1990以前的松花套，整只黄金下去雕的，好、哦，这种真正爱那种，黑的钱吼，让摕来叠叠那个叠桌角的才有办法买东西，好、哦，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贵了，很难养，好、哦，很难养，啊，这就是松花套，好、哦，没有像刚刚那么夸张，它就是把那个银或黄金哈、哦，把它做成一个管子，然后套在那个印象胶上面，那、啊、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其他的材料，只有印象胶黑麻麻的，他要做出更多的花样，他只要把贵金属包到上面去，好啊，一直到印象胶开始产生彩色印象胶的时代，通花套开始退出市场，好，通花套就开始退出市场了。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形态了，这就是我讲的形态了。那这种图案其实都还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图案，好，不是太复杂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就可以看到哈，就是把铜丝绕上去焊接，跟笔色焊在一起，焊好这个图案之后，这个地方涂蓝漆，这个地方涂绿漆哈，哪里再涂红漆，好等等，然后之后涂完了之后，整只打抛，把那个多余的都抛掉，抛到每一个铜丝都抛出来为止，然后就会产生那个花纹出来，景泰蓝，只有中国有，好，只有中国有，永生景泰蓝食品是最好的，那再来第二名的就是金星。这一只是金星景泰蓝，好，这只是金星景泰蓝，就比身好看了，以前其实没有很好写。啊，这就实惠，好，实惠一样，等一下找老板，哇，那 Miki 中部代理就他了。好，按肩，这个就看你喜不喜欢，有的人很不喜欢按肩，啊，有的人很喜欢按肩，但无论如何，按肩就是打仗打出来的东西。好，阿兵哥在那个战地上面。好，他为了让墨水不要蒸发得太快，所以他把整个纸面包起来，只留着这个，它的墨水消耗比较不会那么大。
好，所以这一点我这还是要特别，因为我在2008到2013我在越南工作，好，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因为派克这次叫做派克五十一，派克五十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那个越战，一直到越战这段时间里面哈，基本上它就是硬这些在战争国家里面的硬通货。为什么？因为只要有这个东西拿出来，我就可以换钱，我就可以换香烟。所以美国大兵配上一支派克，他不用带钱，到了那个国家，一支笔拿出来，可能他就可以过一夜。好，这样各位了解吗？然后那个小姐就会把它拿去当店当掉换钱出来。所以我在越南收到一些，派克五十一啦，派克六十一啦，哦，西华的等等的笔就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在钢笔考古上面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你如果今天去那个什么，就是去越南、去泰国或等等的，可能当地就会有那么一些有啊。台湾因为是战后住房嘛，所以台湾最多的也是5.12.145等等，就没有以前的东西。好，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好，那这个就办案件就是学五一啊，可是学的不是很像，它漏更多的东西出来，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好，袒露间就刚刚讲过了。好，这个我们都很快的把它跳过去。这个哈，我想，我们今天不要谈到这一块，因为谈到这一块，可能大家很难去理解。好，而且各位如果使用钢笔的问题，年资跟问题碰到的状况不够多，听这一块你们可能会听不太懂。但是我们可以在之后，如果王老板有时间，好，再来办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谈这一块。因为这光这个一点，我们可以谈一个下午。好，说真的，这个一点我们可以谈一个下午。好，最后要跟大家补充的哈几个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今天一支笔，不管你跟谁拿、跟谁买啊，这个导墨工一定要干净。你如果买二手的，人家如果又没有洗干净的话，一拿到还有水，或者是有残墨，他说啊，你就收到的时候你再去泡水洗一下就好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你拿到笔之后，我建议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拿去用那个洗碗巾碗，一块碗。洗碗巾甲做一挂，啊，水甜打啦，嚼了，甲你的物件拢拆起来，拢甲浸浸落，好，啊，浸干没有那个残墨跑出来的时候，再用清水把它洗干净，再组装回去。可是有的女生可能没有办法，好，女生可能有的没有办法，那就用清水，好，你怎么吸墨的？有的有那个吸墨器的话，把它洗，就是把它用水把它彻底的把它清洗一下。不管你跟谁买，反正买来就把它重新设定一次的意思啦，好，重新设定一次。确保这个导墨沟就是通的、顺畅的，墨水能够送得出来，好，不要说买来之后奇怪哦，小都没啊，被它淡掉啊，磨擦，这样了解吗？啊，不，钢笔基本上不要摔到，其实你说它要坏掉非常的困难，好，万年笔不是叫假的，好，然后再来，笔尖跟笔舌的贴合，你看这个为什么要特别拿这一个？这里有一个痕迹，这个就是以前哈。在那个工业设计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形下，笔厂为了让笔尖跟笔舌的贴合能够好，它会对笔尖做加温，然后温度高了之后，那塑胶硬啊，它就会贴得很密。好，啊，现代已经很少做这个工法，因为现代的那个工差已经可以做得很密合了。好，所以这一点让大家知道哈，反正就是一定要密合。笔舌跟一点的距离这一段。如果笔尖，尤其是刚刚我们讲说那个德国尖哈，就是凝尖出来的，那笔尖片是这样放上去的，这个距离不能太短啊，不能太长，好，如果太长，基本上你那笔尖你要先确认它是不是有推到定位，好，太长的话，这段路走太远的话，墨水会供水的能力会变差，所以这里尽量短，好，这里尽量短，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好，理解这个意思啊。再来笔尖缝。从宽到密，密到完全密就不出水，要留一点点。如果到这边很宽，水就会很大。哦，这是铁则。哦，如果这个地方开缝开很宽，水就会很大，这个时候就要收水，把这个状况调整成这个状况。啊，这个可能你各位
有的人可能可以自己做，有的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做。好，所以这个可能要之后再说。好，或者是我网络上面，我去年还是前年在那个钢工，在钢工的一堂课里面有录影，里面有提到怎么调那个。好，所以事后再来看，找看看那个答案在哪里。好，总之就是这样子。好，这一点要注意，这一点要注意。然后比肩错位，不管你跟谁买，或者是新的买，钢笔应该要长，至少要长这样，至少要是平的，啊，两个一点要是平的，你如果让它错开，有没有？这是故意搬的啦，好，这不是真的，这是我故意把它搬得很夸张。你如果让这个勾去勾到那个纸上面，你绝对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已经刷到垮了那样，好，所以你的钢笔买了，你管它挂抓了吧，好，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那我只能说不要怪笔厂。因为现在的笔厂几乎没有人工挑选，以前的笔厂是人力密集产业，都靠人在看，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的笔，说真的，就算是德国货也这样，买了很有可能，哎，笔管就被下来刷刷，稍微调整一下是可以自我排除的，这不是太难的事情。当然你要有一个15倍的放大镜去看，哎，有没有漆皮，要不然就找老板帮你。好，再来。密合，我们刚刚讲嘛，钢笔前面一定要密合嘛。如果打开，它这边供啊，这水根本不出来嘛。好，这一道笔缝，如果我们要求的是这个笔缝要由宽到细，如果你是由细到宽，打死水都不会出来啊。好，这样各位了解吗？由细到宽，墨水绝对不出来，墨水还反而会往后跑。好，因为毛细作用的原理就是这样子，它会往密的方向跑。好，所以碰到这种的。退货，放在网，碰到这种就是退货。好，然后再来，外八，好，外八的，一点本来要长这样，对不对？应该这样啊，它下面打开了，这种笔也是一样，哎，墨水很大，然后但是写起来又很刮，好，八字的，这种的也是一样，退货，好，找老板，不是找王老板，我在外面买的，找卖的。哦，好了，最后的哦，这个请大家养成习惯，养成这个习惯，你的钢笔会长长久久的。养成使用后清洗干净存放阴干，意思就是什么？今天这支笔写完了，哦，我要换一支，我要翻牌子，我要换一支，这支笔短时间不会再用到，请你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如果你会拆，尽量把它拆开；啊，如果你不会拆，那至少把笔盖打开。好，把笔盖跟笔身打开，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卖给拍子，拍子头没看好，好，甚至会出事情，知道吗？好，所以我的习惯是什么？书桌那个台子上面找一块，好，啊，拆洗干净，拆好了就散着放在那边，隔天再收起来。好，那这样的话，这支笔基本上就卡袂生垢了。好，里面卡袂生垢。好的，用上水的方式洗笔，不要每次都要拆它。这个前提是，如果你不会拆，就不要去拆它。好，这样了解吗？如果你不会拆，像我以之前推荐我在上班的同事买那个三温堂580，好，580是一支非常棒的笔，又漂亮又便宜。可是他怎么样？他就觉得哦，那个透明的那个管身哦，哎，墨水灌过之后，洗干净都会稍微残留一些黑黑的，大笔都没给贴好不好？贴个好笔的灯，好，很多零件就受损。好，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如果你没有把握每一次都能够完整的拆装，那我会建议你活塞，就是活塞吸水，那你就活塞用活塞的操作去洗它就好了。好，啊，如果你实在是不适合，看不惯，我实在是看不惯透明的笔里面会有残留那么一点墨水，那请你不要买透明的钢笔。好，这样了解吗？好，我必须要这样跟你们讲。那如果说你今天买了活塞的钢笔，你硬就是要把它洗干净，可是我又不想拆。记得千万不要把洗完水用活塞的方式吸到里面去，好，来对那个球溜呢吸油去，加湿去，那个挪过呀，那了解吗？很难救哦，那种要是那样子吃油之后是很难救的，好，所以这点要跟大家讲，来，写字的过程书写后，请你立即上盖勿干燥。很多人的习惯什么原子笔刚开始呢，反正原子笔写了就是丢了，然后隔天要再写还是有水。可是钢笔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养成我们文青的一个个性，啊，很优雅的把它拿出来做。啊，阿炳下料讲起不被下。
很优雅的把它转回去，然后再讲个几句话，再拿出来，再继续洗，懂吗？养成这个习惯，因为什么？很多人没有那个习惯，懂吗？像我太太，我太太刚开始受我影响的时候，我说啊，你就拿去洗洗看，洗去之后，哎，这钢笔常常断水，那、啊、你怎么用？一问就怎样？那、啊、钢笔转那么广就放着了，放着下一笔再写会有水槽鬼啊！哦，各位了解了，养成文青的个性，好不好？很优雅的操作它，来。无论悬盖或拔盖，动作都要轻，好不好？既写意又自然，好不好？你如果说你一定写字，一定要跟那个绿巨人浩克一样，啪这样子，你看那个盖子可能第一次就挂了。好，那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拔盖，现代的拔盖哈，不像以前是用那个弹簧剪，它现在都只是用一个球边啊，用一个那个塑胶哈，它里面刻一个小凹、小凸点，然后那个笔盖的前端有一个小凸点，啊，两个咔一个鬼安尼样。那种的磨久了会磨损之后，用久了有点刮的是块点点，好，要不然就是很容易就被拔出来，好，那这个跟你在使用它的手段有关系。如果你今天是怎样，每次笔都是盖起来，哦，啊那个大概每几次，尤其是 preppy 有没有塑胶盖的，没规扁的垫底啊。但是你如果每次怎么样收那些，点到了再轻轻的推一下，对不对？又优雅又可以保养这支笔，有没有？好，然后再来那个白金的那个什么那个3776的那个赛洛洛啊，哦，红金里用悬盖，它悬大概3圈半而已。那基本上我必须承认哦，红金里那支的悬盖实在是做得不好，因为它很容易松啊，它很容易松，因为它是赛洛洛转赛洛洛，所以那个材料很容易松。但是无论如何，你在锁的时候，如果你每次都是。哦，那个背个昂，对吧？它的 stability， 啊，你如果是轻轻的转好之后，好好的把它收起来放着，那这支笔就可以活很久，好，所以这是习惯问题，好，这是习惯问题。再来，这个很重要，是大家很难去做到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在讲，锻炼亲手写字，寿命长长久久。为什么？我人生中第一支钢笔就是我去越南的2008年，那时候买了一支那个派克威亚。好，几滴西亚国会更便宜。好，啊，那个时候我想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是买那个水性笔嘛，但是那个好像是偏配尔的那个陶朱笔啊，啊，他在里面签保表，每天那个工厂保表，哦，一堆，然后用那个陶朱笔写的顺手，可是那样消耗磨损真大啦，好，哦，开销真大，为了只是要签保表呢，都爱签还得签掉那么多墨芯，所以我觉得，哎，要不然用钢笔好了，好，哦，而且越南那个有一个品牌叫做 Queen 的墨水，一罐合台币也不过就10块钱而已，拿那个来写，来签报表就好。结果那个时候那支威亚大概让我写大概半年吧，从 F 写到 M， 好，哦，这整个那个一点的话下去滑，好，那后来一直我玩到那个帝国的那个 Imperial， 就是那个西华的 Imperial， 就是那个西华帝国那一支就稍微有点软，啊，你总共的中招，写起来很奇怪。那个水忽大忽小，因为肩软嘛，好，哦，啊，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功开始，哎，亲手写字才是对的，亲手写能够完整的把这支钢笔的个性写出来，然后另一方面是让这支笔活得更久，因为一点的磨损会下降，好，哦，一点的磨损会下降，它会维持在原始的状态，所以我会建议各位你要亲手写字。再来，各位应该都有参加蜀团吧，有没有？有刚那个加入蜀团，你看很多那个高手携手后，那像刚刚那龙飞凤舞哦，啊，跟你做很神，然后准备盖一下好快。可是怎么写就是那个字脸嘛，怎么写就是一样粗。我上个五月去香港的时候，有一个笔友，他也特别来找，哎，大师兄，那以前那个台湾那个叶叶老师啊，啊，为什么叶叶老师可以写出那个字啊？我怎么写都写不出来。我就跟他来，你要抓配料效率啊，底下要垫软布。那该轻的时候轻，该重的时候重，你就有办法练往那个方向跑。不是说你马上，不是说卫生纸一垫就马上变夜夜哦，不是，你还当然还要去练习很多东西。可是我要跟你们讲什么？当卫生纸或者是当那种软垫一垫下去的时候，你的轻手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表现那个细丝的时候，你要写得很轻，要重手的时候就可以很重。所以你如果会写轻手，你就有办法控制重手。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讲完你回去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估计至少要练功，至少要练一个月才会有小成。好，所以我建议各位最好的一个做法是什么？不
不管你拿什么钢笔，出水正常的情况下，写卫生纸、写面纸啊，哦，啊不要勾破，啊可以写一篇文章，慢慢啊练，练你若练有这个功夫，哦，你就有办法去碰那种有点软的尖，你会发现火自己都呼吸了，好，啊你如果没有练好这个功，一下子就要去碰那个很软的，你下来就想把它掉，为什么？因为墨水时大时小，哦，这样子很难控制，这样各位了解吗？哦，这点。好，那在最后，这更重要，不要轻易尝试调整啊，要有觉悟，听懂吗？你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简单这样讲，今天我们要做任何，不要说钢笔，我们今天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是不是要先搞清楚这件事情做下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后面可能会衍生什么样的后果？好，啊，中间这个过程我要先做 A， 再做 B， 再做 C， 是不是弄清楚了之后，我们再开始执行，对不对？拆那个玩钢笔也一样。今天你要开始动手拆的时候，很多笔友都跟我讲，大师兄，阿黑边阿贴，阿黑妈贴，阿黑边阿贴，我讲阿弟有准备好阿未？今天你若是听的，对会出代志，对会出代志，你爱准备就好。好，哦，可能一个失手，3000块都无去啊，好，哦，5000块都无去啊，好，哦，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大师兄敢去接收一些钢笔维修？因为我已经死过很多笔，让各位了解。好，哦，你死过一些笔之后，你才会知道这支笔到底要怎么拆的。好，所以这一点还是要跟他。当然不是说叫各位就是说啊，那个都不要碰，不是。我们做人要做这一种东西怎样？胆大心细。好，胆大心细，你有把握的，问得很清楚的，再去动手。这样各位了不了解？好，万宝龙这个东西是我完笔几年之后我才敢碰的东西，因为输牙就刮了。好，从何出歹机？哦，一秀一个就是两万了。好，所以准备好了。确定绝对万无一失，我再来崩，哎，他崩了几遍都是爱你啊，这样各位了不了解？好，哦，啊，最后那个有超音波的有吗？哎，这么多，哦，超音波哈，哦，那个我们很多人都会用超音波洗笔，或者是你去那个有一些钢笔店，有时候他们有的也会服务，哦，用那个超音波啊，你就可以拿去，反正不收钱，去的啪啊，最便宜搞哇几个安好。超音波清洗它很好洗，可是我们要理解超音波的使用，哦，记得哦，咳咳，点漆的、粘贴的，哦，用胶去粘的、电镀的，不要下超音波，这样了解吗？因为超音波它的原理就是说用一个波段下去，那不同的材料会跟着这个超音波产生不同频率的共振，那因为材质不同，共振频率也不同，就会产生分离。好，那有的人讲说是那个什么超音波产生什么空穴效应啊，好，然后那个空穴那个气泡的那个边缘最强，然后把那个东西震掉，那个是洗蛋白质、洗那个界面活性剂的状态下。可是不同材质的共振更可怕。为什么？今天你如果买一支派克61毛细上水，这有的笔友会知道啊，不知道的之后你们慢慢玩就会知道了啊，哦。派克61毛细上水，黑波摘掉，后你用吸墨器去洗，黑底下用其他棉然去准，水吸入去了后用超音波来甲准，甲内底准好清洁了，甲排出来，佮换水入去，很麻烦。可是偏偏派克61的握位上面有一个小金属片，那个小金属片是粘上去为了装饰用的。如果那一片在下去洗之前没有先做好保护跟处理，准一个都落下来，落下来你再粘上去就艰苦了。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很多的材料你要下去洗，钢笔要下去洗，我都不建议你们把笔盖本身丢进去。好，你最好是把那个握位那一段，或者是把零件拆散的时候丢那一块下去就好，不要整支笔都下去仔细。好，其二，在很多年前寒暑团还没有成立之前，在刚那个笔格。最早的笔格的时候，笔格曾经有一个长辈，他把那个万宝龙149丢到超音波里面去震，然后一震就是半个小时，然后之后回头一看的时候，他已经跑起来了。那什么？因为超音波震久，那个水会怎么样？会烧啊，水会烧。你如果不是很好的那个时候，还可以那个恒温控制的那个超音波，有没有？那水会越震越热。啊，讲白了。那个万宝龙说，号称说它叫做黑玉树脂嘛，它其实就是塑胶是吧？玻璃啊，阿玻璃那种碰到热，它就会变形 ，Kelpie 啊。所以这几点都是你在使用超音波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好，很便宜，可能大陆货一台
三四百块、五六百块、七八百块都有，好、哦，啊，使用还是要注意这一点，一定得讲，好、哦，那一定得讲。好、哦，过来，那个，有时候笔如果弄脏了哈，啊，要甲切，唔通用化学溶剂哦，嘛唔通用酒精，想讲我用酒精甲消毒一下，好、哦，唔通，好、哦，迄塑胶壶就出代志，再落落落也嘛出代志。过来，去光水，女生在涂指甲油有嘛？不是有一个那个擦指甲的，要把那个指甲油卸下来的那个，那叫去光水，里面都含丙酮。丙酮是一种中效性的化学溶剂，什么塑胶都会溶，哦，所以很可怕，不要去碰化学溶剂，不要去碰丙。印象胶、赛璐珞、木头都怕水，所以千万不要拿水去洗它们。好、哦，印象胶跟赛璐珞，你要用水洗不是不行，过水就好了，穿烫啊，好、哦，穿烫一下就好了吧。贵一个都起来啊，卖好一进底下，好、哦，老婆，那个花色会开始跑，好、哦，花色会开始跑。镀金感怕水，这种没话讲啊。镀金的东西，说真的就是偶尔会有那个针孔，那个你如果碰到水久了，从那个针孔锈进去，好、哦，所以你如果镀金感拿去碰水洗过，回头油抹一抹，男生应该都会啦。那个叫什么？看得到油，摸不到油。那了解意思吗？看不懂，男生应该都懂，回去问你老公就知道了。好、哦，看得什么叫做看得到油，摸不到油？好、哦，金属笔，请你们要这样子做保养。然后银杆，你说我今天买了一支，比如说那个 YOL 那个大银杆，是吧？倒那个大银笔啊，葡萄藤啊，买回来如果希望说它永远就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永恒的时候，有没有？请你拿那个什么。那个包笔的那个 P 套啊，把 OPP 套，好，把它包起来，不洗的时候洗干净，然后用 OPP 套包起来，有自粘的那一种，粘好把它摆着，那基本上就不太会变黑。好，这点跟大家讲，要不然有的人不喜欢它黑掉。好，最后啊，还有我不晓得会不会很多，开笔跟寻笔，不要提醒他，好，拜托，没有在寻笔，钢笔一出厂写就是这种状态。没有必要，所有人说啊，这笔吼，写起来写瓜，写瓜叉叉哈，有的头家人咧讲哦，这少年人这笔吼写起来新笔吼，写瓜叉叉，你等于写一个3000字就好啊，就骨啊，好小的代志，知道不？哦，好小的代志，没有那种事情，没有所谓的寻笔，好、哦，没有所谓的寻笔，一支好的笔，如果你写起来会刮，一定哪里有问题，没有所谓的写个3000字就没事，要了解吗？好、哦，这个很重要。